事情。不好意思，我知道，我不好意思。你女朋友太真了吧？还好啦，还好啦，真的还好啊。她今天素颜呢？对，比如我不是叫你不要打扮嘛，对不对？吃饭怎么吃成这样，小朋友？不会啊，我觉得很可爱。好好，阿姨，我会记得把你给他说。嗯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欸，你妈就是打给我说，就是叫你记得回家前跟你姑姑拿东西。啊？所以刚刚是我妈？哦，我还有你爸、你弟、你妹、你姑姑的电话号码。是我妈找我，然后打电话给你。哎，对，我跟他们很熟哎，其实。我妈真的没有打给我。Jabica Reality， 爸爸我。哎，你唱的，你唱的是不是大红花的秘密？对对对，我就唱这个，我就唱这个。不是啦，他是这样的 ，Dreams become reality， 是这种吗？对，这种。对的，同一首吗？对啊，同一首。我是不是唱的比原唱好听？还好，但是他还有一首，就是他的主打歌啊 ，Burn， 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不是，超好听的。哎，他每次对着我放屁，超无言的啦。好幼稚哦，干嘛这样啊？对啊，而且他吃饭的时候还对着我打嗝，而且对着我脸颊啊，这样超恶。哎，累了吗？嗯，有一点。嗯，那我们现在离开。Go。嗯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们有可能要先早走，因为他明天要开会，所以我们先走了。好，不好意思。我要辞职。啊？那你想做什么？我要环游世界，可能有一阵子没有收入。那很好哎。我不反对我。不会啊，我会永远支持你去做喜欢的事情。Baby， 谢谢你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能够带耳机吗？这个嘛，对。哎，啊，我老板打给我，不好意思，我老板打给我。OK。喂，老板。对，嘿，是，我不辞职了，对，Baby，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可以依赖着我，不用怕。哦，好哦。啊，有蟑螂，我来处理。有我在，不要怕。Baby， 对不起，让你一个人独自面对。但我真的好怕蟑螂啊！哎呦，小事情啦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啊，没有啊，这最近工作比较忙啊，没有整理家里啊。对啊，对，不是啊，辛苦了。怎么最近忙成这样啊，亲爱的？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呦，没有了，没有，其实也没那么忙啊，真的。Baby， 抱歉啊。刚被那个老板叫去开会，没关系啦。但是这间餐厅好像要打烊喽。对不起啊，我知道你很想要吃这一家。没关系啦，我们下次来吃。好，下次。对，我们先去别间。好 ，Go！ 门口在这里啊。走了，来。干杯！干杯！多两杯没关系吧？哼，我们男生还是你问你在干嘛嘛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可以开车。是不是？干杯啊！干杯！没关系，回去再一直算账。